我想在这个近乎梦幻般的夜晚向所有观众道一声晚上好。赛前的准备工作之前我们看到了是非常的完美啊，观众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完美。我们随时为您播报两队的消息，现场比赛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，让我的内心也充满了期待，这也是足球之所以吸引人的地方。天气好，观众热情，再加上我们的职业球员，哇，一切都是完美的。老特拉福德球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布满了红色，吉尔舍甫琴科门将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反应。安德烈·舍甫琴科这球处理的已经很到位，只能说防守队员封堵得太好。他反应敏捷，将球拦下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吉尔伯托·席尔瓦把球传了出去，举科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亚历山德罗·内斯塔尝试拿球，真是好警觉呀！禁区之王范尼斯特鲁伊，他是那一代前锋中的佼佼者。他在世纪初的头十年驰骋英超赛场，许多球迷应该都还记得他在夺冠赛季的精彩表现。人们当然会想到他在五月初第37轮上演的帽子戏法。任何一粒进球仍然历历在目，精彩无比，成就了那个非同寻常的赛季。第一球是一记漂亮的转身抽射，而第二球则是一记轻巧的挑射。对，第三球则是他在接到一记长传后，用脚的前侧完美的将球线下，一蹴而就。无论是在个人还是球队层面，都展现出绝对的统治力。他的球队也在一周之后锁定冠军。保罗·马尔蒂尼，他成功从对手脚下抢走了皮球，转移到边路。罗伯特·巴乔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舍甫琴科将球拦了下来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范尼斯特鲁伊一定在想他该怎么做才能进球吧。曼联拿到了角球，这也是他们的第一个角球。快速将球破坏掉，险情得到化解，发动反击，反击要来了。他赢下了激烈的身体对抗，这个球踢的是又高又远呀。卡塞洛、卡福、努伊克斯塔、吉科，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，和他设想的肯定不一样。球在范尼斯特鲁伊脚下，本来选择很这个犯规，哎呀，这个判罚对裁判来说根本没有难度嘛，很明显嘛。将球转移到了侧翼，他摆脱了防守，长传远点，安全起见，将球解围出去。成功解围，吉尔伯托·席尔瓦，吉尔伯托·席尔瓦出现把球破坏出去。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就在吉科脚下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他前面空了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现在前场寻找机会，对方没有一点机会，略带责难的眼神说明了一切，防守球员已经预判到了，隐蔽性应该再强一点。罗伯托·巴乔把球抢下来了，几乎立即就夺回。这样怎么样？他们做到了，打破僵局的射门，进得漂亮，一记精准的打门，又
有时不多想反而会有好结果，这个球就是例子，步位打得很正，门将无计可施。曼联先下一城，在这个阵容当中，他显然是最具威胁的人，往往能够扮演救世主的角色，就像蝙蝠侠一样。罗纳尔迪尼奥想要靠速度突破，先解围了再说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罗伯托巴乔直接与对手过招，前面有队友在跑位。范尼斯特鲁伊，好的，边裁准确的判罚了越位。球丢了，一记直塞球，终于摆脱了围堵。尽管后卫这次占了上风，但相信他不会就此罢休。这球没办法，禁区里已经站满了人，很难打穿。他们很好的利用了场地的宽度，干净的解围，看谁能得到皮球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卡福。化解了险情，哎，又抢回来了。他不想冒任何风险。Two added minutes has been indicated。卡福，一脚将球轰走。想要找跑位的队友。我们进入了中场休息，虽然双方只打入一个进球，不过上半场比赛依然十分精彩。从场上焦灼的局势来看，这是一场硬仗。Pleas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pay a visit to our official store where memorabilia from today's match are now available. 现在下半场比赛开始， AC 米兰必须尽快扳回一球，让局势恢复平衡，既要大胆进攻又要兼顾。哨声响了，犯规，裁判手下留情，没有掏牌，只是给予了严厉的警告。他们运气差了点，不过他们注意力肯定也不集中，这就是乌龙球的危险之处，你稍有疏忽，情况就会急转直下。这球恐怕连诸葛孔明都难以预料啊，这下比赛更有意思了。在这样焦灼的比赛当中，有时候确实需要一点点运气了。保罗马尔蒂尼，鲁伊科斯塔，罗纳尔迪尼奥，准确的预判，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。一起来看，他跑动时越位了。吉尔伯托·席尔瓦将球拦了下来，罗纳尔迪尼奥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。罗伯托巴乔拼命跑向球的落点，
这下抢断很漂亮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哦，这下裁判会吹回去的，这种情况他们只能怪自己注意力不够集中，球员的沟通又出现了问题，犯规是他们唯一能采取的行动。Substitution. 我们将迎来第一波的换人调整。他们派上了阵中最出色的任意球手。这是一次关键的解围。保罗·马尔蒂尼位置非常好，断球成功，这球塞得漂亮，拉斐尔·莱昂可以选择向内切，罗纳尔迪尼奥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球在古利特脚下，本来选择很多的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啊。洞察力不错，一早就看出来了。几颗长传边路，罗伯特巴乔头球，绝佳的进球，他们领先了。多么棒的一记头球啊，就像是拿着锤子砸的一样。这球顶得很扎实，能够将球顶到想要的位置，要论空中能力他可是当仁不让。他完成了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，曼联取得领先优势。他这样的表现确实很吸引眼球，即使他在比赛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围游走，但他总能寻得破门良机，这就是进攻的意识。这一下拦截真的是太是时候了，结果多少让人上火呀。无论用哪种衡量标准，他都会对这样的结果不满意。他的跑位时机掐得很准，可惜队友没传好，他有足够的理由抱怨，只要再大一些力量就好了。球在莱昂脚下，这球分得漂亮，大卫贝克汉姆他找到了突破口，帕特里克维拉这脚踢得很远，他成功夺回了球权。梅林厄姆看看能不能，他抬脚射正，他不想给对方任何机会。罗纳尔迪尼奥，罗纳尔迪尼奥门将一记果断的扑救，非常犀利，真是好球。 AC 米兰可能正在思考下次换人的最佳时间，他甩掉了最后一名防守球员。他们的后场没什么压力，可以放心的前压，不过一旦失去球权还是非常危险。往前传，现在看看谁能够先抢到皮球，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反击的好机会，他找到了突破口，漂亮的脚下功夫。坎塞洛头球传到中路，
这是个角球。曼联拿到了第二个角球的机会，对手只拿到过一次角球。亚历山德罗内斯塔及时出现，化解了危机。几颗AC 米兰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，角球既是机会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跑位娴熟，身手敏捷，而且很狡猾，不过防守最终还是化险为夷。很好的跑位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，这下要看看他们能不能想办法自我拯救，得赶紧了，时间不多。罗伯特巴乔，漂亮，往前传，几颗传中，保罗直接射门，最后这脚打门能再精准些就完美了。Substitution on the field, number 15, 曼联进行第一个换人调整，我觉得这个换人意图很明显，他已经非常疲惫了，而且一疲劳就容易出现失误，有时候体能会影响你的思考速度，这次换人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很好，他们处理好吗？威廉厄姆传球的准确度还要提高，这恐怕是最后一次机会了。表情亮了，布雷特将球转移到了边路，开始加速，他这一下摆脱得很好，传入禁区，飞身跃起，球进了，他把球打进了自家球门，诡异的乌龙啊，本来是想帮助球队，这真是太不走运了，恐怕这种事每个人都会遇上。裁判看了一下表，吹响了他的哨。一场精彩的比赛，双方都很努力在战术上决出胜负，但谁也没能最终打破僵局。那么杨墨水喝得比我多的蔡指导，关于比赛的过程你有何见解？今天的比赛发展基本在我的预料之中，当然我不是说自己是什么预言帝，应该说这场比赛的对决还是有不少值得媒体大书特书的地方。在结束前还是要感谢一下蔡慧强，尽管他说得很好，让大家不想关电脑，但是不早了，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慧强。
Woo!